的入味 Q 弹中带点脆度的猪脚是屏东万峦特色美食，短短100公尺六家店抢客，猪脚一条街，用的全是台湾猪，吃起来的口感会比较鲜甜啊，比较好吃，肉比较紧实，养分跟饲料猪是不相同的。Q 弹肉质细嫩是台湾猪特色，不少台湾猪农都希望能把养的猪卖到日本去，但近期核灾食品输台争议不断，坊间又传出政府进口日本核灾食品是为了交换台湾猪肉出口到日本，引发消费者质疑。有问题要甲食的惊惊，用这种方式来做交换的话比较不好。没有问题的东西，但国内吃就好了嘛，没有必要去换不 OK 的东西回来。进出口条件不该拿人民的健康当筹码，即使农委会主委否认这项说法，强调我国猪肉是受到两个问题，一个是口蹄疫，另一个是猪瘟，出口才会卡关。那政府当务之急是该辅导整体养猪环境，提升国际竞争力，而不是开放核灾食品，让全国人民对吃产生疑虑。记者林真言来宾向 SNG 小组屏东报道。